偏偏挑这时候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？打扰了，我想打听一下有没有名叫尼雅或瑞恩的人来过这里。没见过你。抱歉，特殊时期，我需要先查核你的身份。哦，我和朋友是在瓜尔纳避难所失散的。瓜尔纳？我很遗憾，但现在避难所里有紧急情况。 如果不尽速处理，这里恐怕也会重演瓜尔纳的惨况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有一辆物资运输车被怪物袭击了。为了应付荒巢，普利特长官把所有能调动的武装兵力都带离了避难所。那批物资很重要，可是现在避难所人手实在不足。可恶！ 哎，等等，朋友，虽然有点难以启齿，但是你能不能帮忙去？哎呀，抱歉，这个要求太突然了，我急昏头了。别担心，我愿意帮忙。真的吗？太感谢了。物资运输车最后的定位讯号是在湖滨林区。 不正常的活跃，往往预告着别有用心的阴谋。有道理，没想到人工智慧也能说出。太好了，想不到你还真有点本事，居然真的把运输车找回来了。我代表避难所的全员感谢你，谢谢。小事一件，不过那些疯子可真不要命。等普利特长官回来后，我会向他报告这件事。这边忙完之后。 我会尽快帮你查清楚你朋友的消息。如果有什么发现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另外，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杜家避难所。联盟为所有的幸存者都准备了必要物资，以后你只要完成日程中的委托，就可以得到这些奖励了。哦，这把海东青换了。
测到大量异常生物信号。这附近有些易燃的油桶，当心点，油桶要是被击中就会爆炸。警告，前方侦测到大量异常生命讯号。警告，侦测到新增的大型危险生命体，请小心。讯号显示前方有大型危险生命体，还要继续往前走吗？看来这里的生物受到晶石的影响变得强壮许多。异常生物讯号，建议采用重火力歼灭。等等，这怎么可能？是讯号出了问题吗？讯号显示矿洞深处有巨型生命体，请务必小心。